搭配媒体伫现场等待，检调人员拢无透露消息。台南地检署再去带队上八里法院，敲锤民进党立委林基进的国会办公室，都会过来想，敢那是证物。难道你们想要相关的证物吗？检调警官崔金安，民进党家己欢迎拢发出简单的声明，尊重司法，对案情拢不了解。唔那国会办公室，刚才的时间，林基进台南的服务处嘛，互人敲锤，铁门关一半，但是有袂少人伫咧遐出出入入。八点外就看，我是无注意，因为我刚看遐车停伫遐，啊，就一群人，伊咧门开，一群人入去安尼尔。安尼哦。啊，什么代志我嘛唔知。刚才有些事情在忙。请问是在搜索什么？不是搜索啦，不是搜索。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洪声讲林基进敢那涉入诈领助理费，伊都尾嘛伫面册发表声明，讲是误会也好，有心人也了嘛好。身为中央的民意代表，会为本身来做起，配合司法调查厘清，强调司法一定会证明我的清白。律师不好意思，请问是来帮委员？林基进的委任律师真低调，无愿意加讲。55岁林基进担任台南市第四选区的立委，嘛做过台南市议员、民进党中执委，行政职要30年，长期经营地方有袂歹名声。即马风声讲被敲锤，毋若正惊地方，嘛正惊政坛。民视新闻台南市报道。更加侪精彩新闻，请您下载 App 订阅民视新闻网。